吃什么能缩小子宫肌瘤？如文医生特邀专家何秉杰，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妇科主任医师。你要是想控制这个肌瘤，我们可以吃一些活血化瘀的一些药，使那个缩小。还有一个呢，就可以减少用这个男性激素来对抗，比方说用这个丙酸睾丸酮来使缩小。还有一个呢，就是现在可以用这个 GnRH 控制这个肌瘤，使那个雌激素减少。比方说我们常规用的就是尿丙瑞宁。还有一种就是如果肌瘤比较大，有的人又不愿意手术，我们要控制这个肌瘤，我们还可以带一种环叫做曼月乐。这个曼月乐环它定期释放，抑制这个肌瘤的生长，也让它慢慢的缩小。用这几种方法可以减少肌瘤的增大。